咁有咩嘢我會完全沿途協助你嘅，咁你唔使擔心，你就 OK 㗎，你要綁住我，一定要順順利利，萬事如意，係。中式婚禮習俗繁多，新人如果要符合所有禮數，就要大冚相助。周國基係呢一場婚禮其中一名大冚，呢一日負責為新娘準備謝恩茶。呢杯就係傳統嘅謝恩茶嚟嘅，咁嘅寓意咧就係話係，因為佢哋仔女大啦，咁佢哋多謝父母嘅養育之恩。兩粒紅棗一雙雙，一對新人好快請食薑。周国基当差34年，五年前退休，惯咗冇事停的他退休一个月已经觉得闷。退休之后觉得短时间就好像觉得几悠闲咁样，但系过了一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生活咧对我嚟讲好难适应到，咁我不如见到有一个大冚课程，同埋呢个课程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，我对呢个人我好尊敬，因为佢咧好识讲嘢，对人咧系好好嘅，每一个环节咧都系。為個新人之外咧，同人為個氣氛啊，樣樣都係好。所以我細個嗰時候我已經好中意，但係後來我要工作，咁我就冇咗呢個機會。咁及至而家退休，我就希望咧修讀呢個課程。雖然大冚嘅工作唔分男女，但唔少人對大冚有既定嘅印象，對男大冚嘅接受程度唔高。投身大冚行業，周國基都遇到唔少挫折。男性方面咧，好多時咧就喺著褂啊，同埋喺入新娘房咧，呢個大忌嚟嘅。揾一個拍檔，都係大冚嚟嘅，咁大家一齊做，咁就好咗少少。合後咧，我後屘就再讀修讀一個司儀啊，同埋呢個説話技巧課程啊，咁樣之後咧就改變我嘅策略，就係我兼做埋婚宴嘅司儀。日頭咧我就做大冚嘅工作，做完夜晚咧我做埋司儀工作，咁我就發覺個效果就好咗少少，嚇，同埋啲人都可以接受，嚇，咁而且一個男一個女咧，亦都可以互補不足。新娘第一次接觸男大冚，認為男性都有佢嘅優勢。今次真係第一次，幾覺得都幾特別，係啦，因為一般傳統都係大冚姐會嚟。即係做呢啲儀式，但係今次係有一個大冚爺過嚟，就覺得幾特別咯。其實我又覺得佢同普通大冚車佢無異嘅，即係因為都係做翻啲傳統嘅嘢啦。咁但係對於我哋做一啲要搬台嘅嘢，我覺得佢都可以幫到手比較大啲咯。再會，何偉森係周國基修讀旗康會大冚課程時候嘅導師，佢話大冚行業冇年齡限制，鼓勵有興趣嘅銀髮族退休之後學習基本嘅中式禮儀，之後再邊學邊做。性格比較開朗啲啦，喜歡笑啦，喜歡一啲熱鬧嘅環境啦，有興趣係一啲中國傳統嘅嘢，咁嗰啲人咧會上手得快好多噶。課程係讀咗先。有一個概念，然後慢慢出嚟做，做多幾次，經驗係非常之重要。但係當佢學完咗嗰個課程之後，咁再出嚟啦，有啲精英班啊，有啲其他嘅，咁再學下添，咁佢哋係有好多都係出嚟做到嘢噶。周國基藉住旗康會傲齡動力有待長者就業計劃加入大冚行列。旗康会认为本港劳动人口持续下降，鼓励退休长者再就业是大趋势。长者就业的话是基本上是一个三赢，咁对老板来讲是可以解决呢个招聘人手的困难啦，对呢个个人来讲咧就有机会继续贡献社会咧，其实又开心啲，又健康啲，咁而且咧就有一定嘅经济嘅好处嘅，咁对于整个社会嚟讲咧，就可以帮助咧呢个社会继续经济发展啦，同埋减轻嗰个福利嘅包袱。为咗方便长者再就业，旗康会推出资讯网页同流动应用程式，公布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，雇主同埋社会服务机构亦都可以有效咁样网络人才。